其实我认为就是每个人对时尚的理解都不一样，希望他们能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，不同的尝试，然后变成自己的态度风格。每天前行打开报道，暴力钞票就一点笑，要说这人生每天有人自扰，不要计划算命就把自己引爆，有时候就应该放松大脑，管别人怎么说，开心就好。OK， 现在是我们刚刚来演出完，看我的汗，我的汗还一直在流。我刚才真的是特别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作为嘉宾以后在舞台上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爽。怎么样？你看我的小努力，对，特别卖力的演出，感觉今天演出是非常放松的，对，特别享受，我真的就很享受。而且 move 的时候我们一起嗨，怎么样，亮哥？刚才一享受吗？享受。看我们多。我跟你说 ，Team Spark 101，来来来，来来来。那我们集合一下来，今天演出怎么样？棒棒棒，好嗨哦，好嗨哦！看台下有好多小姐姐想跟我们一起动的，当时我也是有，比较紧张。我本来想好的是我要过去拉她一起 move。我那边那个大叔都在跟我，我跟他坐的时候，他都在跟我。本来就是有几个就是下面那个老爷爷老奶奶，我过去就跟他们嗨了，就那么。所以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没回来。所以我们会每一次演出的时候都会分享给你们。对，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其实不错，还不错。我们还有在我们也演得很尽兴，然后唱的也很开心。OK， Team Spark 结束。